草屯镇内27里的模范父亲笑容满面，轮流上台接受众人的祝福。爸爸是家人的支柱及靠山，言行举止深深影响着子女及整个家庭。被选上的模范父亲及其子女们都感到相当荣耀。较好啊，较袂讲啊群聚啊，哈，配合政府的政策啊，袂歹。镇长大家哈，立委拢来参加，不失这个隆重啊，大家拢无嫌啦，哈，乖囡仔拢真乖。哎，我三个后生，拢事业拢袂歹，啊，查囡伫农业所嘛袂歹，哦，拢算大家拢有头路啦。原本想说疫情较缓和，草屯镇公所规划前往模范父亲家中献上祝福，但因为遇到连续下雨，改为邀请模范父亲前来公所，以简单但温暖的方式举办表扬活动，吃正牌匾、礼物及美食伴手礼等等。有里长提供优良司机。像是热心公益或者对地方社会贡献良多，还是家庭的一个和谐美满的部分，那我们在经过审查之后再予以推荐做模范父亲表扬。那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我们采取分流的方式，虽然没办法给模范父亲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表扬，但是能代表我们的心意。县院唐小芬肯定这些模范父亲辛劳的付出，也希望透过分享，让这些模范及优良父亲的事迹能够被更多人所看见，一起来效法学习，让每个家庭更加幸福美满。爸爸不仅是我们家里的一座山，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靠山，很稳定的一个靠山，那支撑起我们一个家庭的一个支柱，那也非常的辛苦。那我相信说我们作为身为子女的每个人都非常感念我们的父亲，也希望说借由父亲节的一个活动一个表扬，那带给我们社会有更多的一个祥和的一个气氛。每位爸爸在儿女的心中不但是棵大树，更是家庭经济的最大支柱。草屯镇公所以特别的方式表扬模范父亲，感谢他们对子女、家庭和社会的付出。记者洪一伦，草屯采访报道。